看不懂蹲蹲在蹲什么，只是进来蹲蹲的嘛，蹲蹲。我知道。我家哥哥想你当鬼子。我给你弄点饮料。OK。学个艺，骗一下他。看这武器，主要是笨蛋。公式武器。公式学艺，哇，摸一下七十多。武器圣雕好像主流符文就是不灭之物。这下被他 A 主要是为了转移一下这个火力。那是真的痛，锁头。这武器放现在老剑魔都打不过。满腔复仇，用鲜血淹没这个世界。五个刀，十个刀，要跳我吗？打的容易不好打，不过他没带传送，慢慢打就行了。我们学两级 Q， 这里他跳无所谓，让他敲了。主 W 配不灭消耗贼疼，就摸一下摸一下。剑魔带彗星也差不多，这个线要稍微空一点。还好带一个这个挡了50一点，不带这个就炸裂了。我确实不好打，主要这东西锁头，你一个技能打不中他跳过来了。这个线需要推，就当我死了。这爆发真高，对。算了，买个药吧。我本来想买三把长剑，但想了一下太狂了，或者是十字镐加一个小 CD， 我太狂了，太狂不好，太狂要遭重。要往下，要往上。舒服的，你死不死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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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都敢跳我吗？我看你啊！我看你。完全不懂啊！我看你完全是不懂啊！完全是不懂啊！高贵的锁头还说剑魔不锁，这剑魔怎么就锁头了呢？
剑魔何来的锁头啊？剑魔没锁呀，没锁呀，那他锁我呀，剑魔怎么能是锁头？真没锁，真没锁。老板剑魔确实是。 帮你一下，爽不爽？我就问你，我再帮你一下，你爽不爽？剑魔唯一的锁头就是他的 W， 可惜废了，夸张哦！ 谢谢，他不喝。嗯，没叫我呢。嗯，没叫我都等于不喝。没办法，算了，试了就试了。好的，一定很好。我操！有狗。卡西有人吗？卡的血。你跳吧。 唐系大师，但是武器的伤害确实浓。我刚刚感觉没有这无效的法球有点悬。哦，但没有没法球要被敲死。你别小看那几十点，不一样。贪了蓝枪这波没问题的方推。是的。灵干三野帮卡线，我哭。荒地里，这哪路难？ 8-7，对面的打野有点，卧干，不会生气，卧干，阿米克。 螳螂还是高手，才8-7，是赶紧上压力。哎呦，这个眼插的太好了，他提亚马都控不住线。你想对抗我？ 还想走内圈，他如果刚才这里走，我走了我内圈，我如果失误，他就直接开大杠跟我杠，你们懂我为什么？可惜交了闪，武器还是好难越。 可以帮我守一下吗？蓝枪给的。他推线好快，他跟蛮王一个路子，有点。蓝枪省了个大，他不省大武器可能吃不到这个路程。哎，行，省个大也。 哎，怎么这下路现在玩着玩着就越塔呢？我这有点搞不懂啊，是我老了吗？啊，主播是真的变老登了吗？我是老登吗，兄弟们？你们觉得我像老登吗？我觉得我还挺年轻的，我像老登吗？我有点不太理解。这是狠心的玩法吗？怎么这下路玩着玩着就在塔里面了？对吧？这动不动有个无人在这边，有个无人在这里被 EA 给 Q 死了。 是吧？玩着玩着，有些对吧？玩卡莎的，有的时候玩无人在这，我有的时候玩无人被 EA 直接一个 QQ 死在塔里面的都有。中灯，哈哈哈哈哈。Q 了他。
好难打哦，不假邪嘞。玩着玩着就堵在塔里面被弄死，这谁受得了？有个狼哥在那里，这狼哥估计要来。锁头难打呀，兄弟们，锁头，这锁头太难打了，他开个 E 开个 QW 过来就直接锁头，很难打得过他。武器的英雄真死大妈了，好烦，知道要来还不跑，我要试一下杀他呀，跑是不可能跑的。狗脑武器，这傻逼还要断我线，这锁头英雄是真低的，我操！是真低的吗？我操！115刀，他几乎不掉补的，武器舒服三层，他不止三层，他还把那个线给断了。我等级是领先，但没用，螳螂给我压力太大。这把好像还是 EUO 啊，大伙，这个号，这一眼 EUO 武器好像无论干什么这把都能赢。Shut down. 他是带着点火，他没 TP， 所以我这波必须要约他，哪怕是一点点转瞬即逝的机会也得约，应该可以拆掉。他应该是贪欲啊，这武器应该出贪欲，贪欲武器。105。他妈的是真的痛啊，我操，为什么来这么慢呢？我的队友啊，每次都来这么慢啊。他贪欲回了一口血，应该杀不死，这伤害不够。坏了，主播要红了。我的队友每次来的都好慢，武器有手法，武器确实是手法英雄。我被他队友搞太多了。对，非指向性技能就是有点闪避。卡莎居然11个头了，这你受得了？他妈还能跑，这不是傻逼，男枪还放着他跑，这你受得了？菜王塔还能跑，我感觉他跟毛王没什么区别。
杠是一杠。您的轻巧不是一个人，不是吧？真猛啊！这英雄被先手偷袭，还能快把我打死。Legendary， 卡莎结果还15个头了。锁头英雄真的能玩的这么有？主播有点接受不了，我操！感觉好像我没干什么，这队友起来他妈随便打的。好疼，跳走。哎呦！哎呦！这锤石。搞得我也想出贪欲，就说是。但是剑魔出贪欲，他要搭配什么技能呢？但我感觉剑魔出贪欲好像后期成长一般的，他的成长没有亵渎猛，他只是回血比较猛。开大灭估计能回满血。第一剑出贪欲的话，看打什么英雄。他现在其实出贪欲那个效果跟那个咳血没什么区别，没什么区别，这就是贪欲感觉他没亵渎这么爆，亵渎加冰刀就30多的固定穿甲，而且还很猛，主要是猛，主要是猛，知道吗？看到我了。我好像野外露出了，兄弟们，我野外露出了，没办法跟他激战了。贪欲焚天就是血魔流，还真可以。但是如果出贪欲的话，就得补强移速了，机动性跟那个什么会不行的，有点打不死人，你知道吗？贪欲是可以买的，但是我不知道贪欲它其实建模改版的时候那个贪欲就能买的，但主播就是不知道这个贪欲它搭配什么用起来会猛，你懂我意思吗？这个贪欲它搭配什么比较猛？这 triple Q， 我操，好像跟我没关。主播前面还嬉皮笑脸的说 ADC 没用，杀了20个。哎，我也想锁头啊！兄弟们，要不给主播搞个本子吧，我也去锁头去了啊。我操，他这回血我看了我都羡慕了。又是锁头，又是瞬发技能，太高贵，我追不死他。剑魔这种低等英雄怎么可能追得起武器大师呢？妈的，太高贵。其实星虫加那个咳血就很猛，我要不下把来一把吧。其实星虫加那个，哦不对，星虫加贪欲就已经很高贵了，高贵到打不死。但是我不知道打哪些英雄可以这么带，这把剑魔删了得了，然后他就跳就走了，肠胃仪。
哪来的可许？贪欲嘛，贪欲跟可许差不多。哎，灯笼啊！可许还真行，你看这武器他都没开什么那种大招增益的东西，他都能回那么多血。那剑魔这一口回满，这不是梦了，我操！站人堆里就直接摁下可许就直接回满，哦不对，贪欲说错了。哎，但是这贪欲太爆了，我说实话。兄弟们，贪欲太爆了。这贪欲太爆了，怎么办呢？主要是这贪欲太爆了。啊，不对，亵渎太爆了，坏了，主播他妈脑子有问题。这主播脑子好像有问题。之前不是说不出冰封，那你都说是之前了，是一把。但问题是我不知道怎么搭配呀。那贪欲配什么呢？拿下兄弟们，大点波关注。20分钟3剑，谁应该都挺爆的。